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？哎呦，你小点声，别大呼小叫的。说撤就撤，说转就转呀，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。哎呦，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吗？我从入行以来，我开的就是货运，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，但我就是喜欢这里。客运部有什么好的？客运部有什么好的？客运部。 单身小哥多，本来女飞就少，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！老蔡，你有没有点正形啊？哎，那您呢？您跟我们一起过去。我想退下来了。别呀，您身子骨多好呀，您再干10年都可以。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，不着家呀。 借这机会退下来，多陪陪家里的。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，这都7年了。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。什么？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。我是你的目标？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。 司机罢了。您可是5星机长，安全飞行了一辈子，零差错。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？小程，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，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。航一啊，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。 说每月1到2升煤气，你肚子疼得厉害，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。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，真是不容易。没有不容易，我喜欢干这个，不委屈。以后路还长着呢，到了客运部，好好干啊！别这样，哎呦，非客运那比非货运滋润多了。 好了，就这样，你等着。我打点饭，今天我请客。哎，哪能让您跑腿啊？我去。不行，最后一次去食堂，一定我自己去。你等着。哎，你好，老蔡。怎么了？ 到了客运部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给你丢脸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，等你成了机长，请我吃饭。必须的。